哦，有人在点我的夹哦，没关系啊，给你们点，反正你们点了就会受伤，哎，啊，不点也会出事。哦，有人中夹，又有个中夹，这个李阳先不管，我先去找那个中夹的人。哦，全场剩一个站着喽。量放会不会太外面？应该还好。那先把所有夹子拿起来布一布。哎呦，他们修得好快哦，这一把。修的速度不慢呢，他们。哎，骗到喽！骗到喽！哦，有人点我的夹，但你不知道的是我带受伤夹。敢点我的夹就会受伤。嗯，怎么有一个人在那边偷偷探头？来下。我快踹你完蛋。来下板。你们这个板下光光你们就完蛋咯。到喽，嘿嘿，哈哈哈！等下怎么没有人去救那个李阳？哦，有人在点我的夹哦，没关系啊，给你们点。反正你们点了就会受伤，哎，啊，不点也会出事，哈哈哈！哦，有人中夹，哎，可恶！哎，完了，好丑，两刀没砍到。哦，又有个中夹，这个李阳先不管，我先去找那个中夹的人。哦，全场剩一个站着喽。哎，小朋友，哎，你好像出事咯。趁这个夹子还没打开，赶快挂人。哦，又一个中夹喽！你解不开，你解不开，你啊！他怎么解开了？可恶！
嗯，解开就不管，我们先去放甲。啊！可是我不想砍他哎、欸，砍他会掉我的快刀，而且我的天灾够剩的有够烂，都在二楼。这个人到现在都没有人把他抬起来哎、欸，这个李阳也太可怜了吧，都没朋友哎、欸。我三个人都在钩子上了，没人想救人是不是？一直咔嚓咔嚓的夹哎、欸，没有停过。为什么我的夹哥比较好玩？因为我肯花钱肯氪金啊。我的夹哥就是氪金版的玩法，打一场要10000块、欸。双红配可好玩了。哎，我刚刚去抓个羊。别。哦，冰冰冰冰的，还有人用那个舍己为人呢，帮人家补血，他们发电机进度完全起不来。又一个夹到了，刚好是血祭品，我就笑纳拉。夹哥室外图带开场风机会比较好，你比较有时间可以去布夹。我在想，如果这把开始我都不砍人的话，有没有机会让他们全部都中夹，然后到我手上？哦，又一个中夹！哦，可是你好远哦！哦，又一个中夹！怎么那么多人踩夹？哎、欸，这个人好拼哦，都那么下板的哎，这么拼哦。哎呦！哇，这个好像不会打开咔嚓哎。没事，我跟他玩一下。其实这边我砍下去他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中甲人太多了，来不及处理。哎呦，他有看呢，那你就要吃刀喽！这个人好像下去了耶，他没有办法再玩这个游戏了。我的手感是指什么东西？哦，我都回头踹击了，你怎么中夹？那我就只能挂一下这个天灾钩咯，这把都没有挂到。DVD 还行吧，我觉得 DVD 比较偏向打观念，手感不影响，手感比较偏向是玩护士那种类型的，护士枯魔之类的。那一般走鬼比较偏向打观念。
想掉快刀哎、欸。哦、可是他好像又要逼我砍他，啊，我跑不踩那个甲，啊，算了，砍下去，砍下去。想掉快刀，他一直在那边跑。我现在在等其他人中甲啦。哎呦，这个人好猛哦！这个人敢这样跟我玩的。那那边死定了、啊，可是我快刀将会掉、欸，好可惜哦。我记得这个好像也要三挂了、欸。差不多啦，玩得够开心了，差不多也要把另外两只收一下了。那断线问题，我说礼拜二会修吗？好像没有说到这部分诶、欸。我记得巴哈可以看一下。玩那个游戏每次断线也是很烦。应该在这边哦，因为这有点太多了。我看看，他在这边。乖乖上来吧，李阳！千算万算，算不到窗户那里有个夹吧。我记得那个夹老早就放那里了。最后你还是得吃甲。啊，那个好像是开场放的，一直没有夹到人。我只能说，小学配上自动开甲，真的就是夹子鬼的快乐。哇，这个太快乐了。哇，这把没有关到地道哎、欸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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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